行，这个，我要接，到时候要接到这边来。哎呦，喜香香哎，过来一下，过来一下。你要延长吗？延长。延长。哎，从这边来。6666666，大家好哟，今天麦克风要试五组麦克风，五种麦克风给大家。那五种麦克风会试出什么样的感觉？其实不知道哈。6666666，陈志明，谢谢哦。好啦，那我的女儿呢？啊，我的女儿哈、哦，现在我认了一个女儿，啊 ，Q 妹，啊、哦，没办法，她那么可爱呢，她是不要我这个爹的，那我硬要当她的爹哈、哦，我硬要当她的爹。那么今天她有来当助理主持人，助理主持人，那边直播出去，待会记得把那个峰值关掉。还没有，还没有。待会角度要放回来，角度要放回来，因为我那个子画面在里面，子画面在这，再进来。好，哇，跟焦用那么大的屏幕很爽哎。哈，很棒。6666666，好，今天的直播呢，要教大家跟焦，还有手机上字幕。FB 子母画面 logo， 那收音的部分呢？现在是用宝雅的收音。那么，哎呦，他很兴奋呀！哇，他怎么那么喘了、啊、很兴奋哦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特写哈、啊，我们来看看这个 Q 妹的特写。好，这么多的设备呢，要介绍呢，其实呢有难度的哦，因为脑筋要很清楚，不然呢搞不定的。吉祥物是吉祥物，是吉祥物的概念哦。二号画面，今天要教大家就是这个新的产品哦，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呢是刚刚出炉的吗？应该算哦，好，应该算是刚出炉的。那我们出炉的时候呢，就要赶快试一下，给大家看看那个感动。什么感动呢？就是它好用的感动咯，哦 ，Q 妹的好用感动。好，设好四个画面就够了。好，好 ，Q 妹跟大家拜拜。Q 妹拜拜，快点拜，跟大家拜。Q 妹跟大家拜。哎呦，好可爱哦！你看这脸。好奸诈哦！你看那里很奸诈，对不对？超奸诈的，然后好可爱，然后这样叫好凶猛，好凶猛，这叫好凶猛，这样就更凶猛，更凶猛啊、哦、！Q 妹好可爱，好凶猛哦哈！好，下去吧。哇、哦，好，有问题马上问，马上实验给大家哈、哦。那现在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这只，哇，好便宜麦克风。这支价钱多少？各位请自己指教一下哈。那么这一支3000多块钱的麦克风呢，是无线一对一，就是无线怎么无线法哦？各位看一下哈，我身上这里有一个发射器，接上了麦克风，在这边，那声音呢会稍微热闹些。好，那麦克风接上了之后呢，接到哪里去呢？各位看一下，这里是接收器。他要四 G 哈，好，那好，这是接收器。那么，各位看一下，这里是发射器，我这里射过去，那边还没有，我再弄个。那可不可以去借一张四 G 卡，去拆一个工程机的那个四 G 卡？好，这里发射，这里射到这里看到没有？那这里再可以接。好，那么监听呢？结果，那我接一下，然后我就
但是加上线身上的线很满。好，声音呢就来自于我们要待会要做一些跟动，什么跟动呢？跟动给大家的重点就是，你讲一个重点，方向键永远没讲。我讲重点，人家也在重点啊、哦，好。好，声音对声音，这里的声音对到这里，这个接收器。好，声音对好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更换麦克风的动作，好不好？麦克风是用几号电池呢？用小的，好、哦、小的，那么小号电池，哈、哦，小号电池一颗一颗，然后我现在拆呢就会断讯，那我们就让它断讯，哈、哦，断讯没关系，就让它断，哈、哦，电池在这边。哦，秒回啦，电是秒回的哈。所以你要先把它上这个摇杆。电秒回，很秒回哈。好，电秒回。好，接下来要换麦克风吗？不是，跳着讲一件东西。待会要把这个画面直播给大家，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厉害了。好，我的怪机师，厉害了，我的怪机师。我们这个播一阵子让你去听，然后我们再来换装备。好，什么叫厉害了，我的怪机师呢？哦，原因很简单，就是跟焦的时代已经到了。当我们的摄影师呢都在用跟焦器的时候呢，他发现稳定器上面那个跟焦器一旦他换掉之后呢，他必须重新学习，重新适应。这时候呢，要找一个跟焦器呢是可以跟着他到处跨越稳定器的时候呢，接收器也要用电池，是的，这是没有错的。好，接收发射都要用电哦。好，请记得这个观念。好。因此呢，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何能够跟焦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跟焦的方案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荧幕带跟焦屏，哈、哦，荧幕带跟焦屏的方案，同时有四个人呢可以监看这个画面，非常的稳定，哈、哦，稳得不要不要不要的，好、哦，那 delay 也非常的小 ，delay 很小，然后完全可以跟焦，啊、哦，可以跟得不要不要的，哈、哦。那我们让他跟着不要不要，录音给你们看一下哟。好，科技真的很可怕，有没有看到一个东西在那边甩来甩去？啊、哦，厉害了哈，厉害了哈，厉害了哈。那么这个跟焦器呢，搭配了一个简单的东西，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 CineEyes 的图传。那么 CineEyes 的图传呢，可以将画面呢送到平板、安卓、iPhone 上面。送上去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呢、导演呢，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装备呢进行观看。那么待会呢，需要我把这个画面直播出去的刷播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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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66666全部改成八八八八八八。大家发财，你发我发，大家发，请刷播吧。待会把画面打到网际网络上 ，YouTube 上去，打到 YouTube 好了，好不好？画质比较漂亮。你要打脸书啊 ，YouTube。YouTube 好 ，YouTube， 我们打到 YouTube 给大家。那么再请小编呢，八八八八八八，罗景要打六，那就不播了哈。罗景要请重打哈，要打八呢，我们就把他直播的画面送到外面去。送到 YouTube 幺洞八洞给大家，八八八八八八八，好，跟焦有了，图传有了，电动滑轨当然也有了。滑轨叫什么名字呢？啊，称之为 Hot Dog， Hot Dog， Dog， Hot Dog， Hot Dog， Hot Dog 呢？这个滑轨呢？才前天一波呢，哈哈。就卖的不要不要的，好爽哈、哦！卖的不要不要的哈、哦，好，这个滑轨来看一下它的效果。那又遇到干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手机呢一直在切讯号，一直开一直开，开太多。最主要就是在外面不会这样，只有在怪机师会哦，因为怪机师这边呢是一个庞大的干扰讯号源。好，八八八八八，谢谢罗景耀。好，准备播出，可以播了吗？我已经播了哦，你已经播了 YouTube 哈、哦。那收音的部分，麻烦帮我用那个手机哈、哦，让声音也能够出去。
那请他们那边里面帮我贴一下这个的画面连接好吗？这个的画面的连接，回忆一下，要不然你回去的话，你还是卡卡呢哈。奇怪，刚刚没有拿它来直播呢，还 OK， 但是现在它就卡卡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做一个动作，叫做变换镜位。好，戴老师呢？我们这个把它拿到整台拿到外面去，摆到比较外面的位置，靠门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看讯号，因为我的旁边这边就是基地台，那个摆在这边，是他过去。好，哎，那么让他的干扰源比较少，因为你绝对不要放在那个什么 IP 分享器，好、哦，那旁边那这个是很危险，这样太危险。好，我们来看看讯号是不是有改善哦。因为刚刚呢，我们完完全全没有用另外一只手机进行直播的时候呢，情况就还不错。可是因为接了另外一只手机呢，它才开始改林北塞太了，顺了吧？哈，哎，开始顺了哈。所以验证的一个故事就是，不要在这边摆这边，别把你的这个 IP 分享器呢拿来呢跟着这个 CineX 摆在一起。好，麻烦 EV 加大亮度，量大，那边也补个光线好吗？以色列灯打开，往那个方向拍。好，很好。那么我们现在在播的是另外一个，戴老师，那麻烦你那边播完之后，再调一个构图往我这里拍。好，两边都拍一下，让大家理解哈，现在作业的一个形态。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再玩一些更有趣的东西哦。好，多有趣呢？大概就是，让你看出来整个直播的架构需求。好的，麦克风准备更换。那么我们现在呢是用原厂的麦克风，麦克风呢当然呢有指向的，这个是全向式的，全向式叫大家分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么我照理讲是要唱歌的，但是被人家干掉过后呢，我们就不唱歌，我们就回到最专业的测试声音的方式。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OK， 好，接下来换麦克风，重点来了，让你理解哈声音声线的差异，劳烦各位认真听讲。OK， 好，准备换一支台湾队麦克风。好，注意哦，麻烦把电风扇打开，让大家理解环境的声音跟这支麦克风的一个差异，跟它的一个感觉。哎呀，李玉福你好，罗景耀你好，王建敏你好，罗景耀你好，发发发发发发发，有叫人把连接贴上来吗 ？YouTube 连接贴到下面去。哦，讯号都还 OK 吗，戴老师？很好哈、哦，好，讯号都很 OK。也就是说是一个可以直播的 CineX 啦，那他们播的不要不要的，播的挺爽的哈、哦。那么也让大家体会一下哈、哦，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多么的用心和认真啊、哦，可以做出这么多的变化。现在正在直播哟，各位，现在这里在直播。直播就是刚刚的跟焦器滑轨跟 CineX 的图传同步进行直播，那么做的事情实在是多到哈有一点点贪心了哈，那真的人性的贪婪呢在此可见一斑。好，换麦克风。那为了测试它呢，我把声音的音量开到大一点点，让你体会它的差异。好，现在的声音巨大哈，爆掉了哈，有没有爆掉？麻烦给我爆的话，就帮我打一下，太大声了，或者打99999，就是太大了，太大了。那一分量降低音量，一分量降低音量，一分量降低音量，这是一公尺的结果，现在是一公尺。现在这是一公尺，九十公分、六十公分、五十公分、四十公分、三十公分。上次好了以后呢，不是就按
完电源圈做开机。20公分，10公分，5公分，好，我现在要表演把麦克风含到嘴巴里，会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请各位观众忍耐。啊，我当然没办法吃进去啦，哦，这样子谁买呢？所以这支麦克风现场体验中，可以先听，可以。单眼相机来自宝雅的，那么这支麦克风呢，基本上原厂的麦克风呢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热闹，3000多块钱的麦克风呢，你们还是截图好不好？你们截图呢，我们呢优惠哈，请截图哈。我们还一样，3000多再给优惠哈。那么它跟台湾队不一样，它是一年保固的，那声音比较丰富。如果要用的比较好呢，请听我说，麻烦各位再买499元的台湾队麦克风头。台湾队麦克风头呢 ，Sennheiser 可以用，整个声音就干净了。台湾队的麦克风声音头呢，装下去之后，来怎么样？小白头。小白头，好的，顺便机会教育大家哈。当你的 iPhone 呢，11不知道有没有放这个东西？没有哈。iPhone 8呢？我记得我还有8以后就没有了，要求过了。连安尼伊也好，物件卖到这贵，伊这伊也要赚，有够恐怖，足恐怖。好，好，刚刚那个声音头是取决于 iPhone 呢，要收音必须要有的，要键。好，各位，它跟台湾队不同的是，这个叫做 WM4 Pro， 叫 M4 Pro 的这支麦克风呢，它有 delay。很小，不会影响直播的 delay， 监听的时候呢会出现那个很清楚的那个声音，但是呢会有毫秒差，大概1/10秒的一点点差异。那么这10/10秒的一点点差异呢，也就是会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各位玩麦克风呢，很少人敢玩那么大声哦。好，台湾队麦克风的麦头呢 ，Sennheiser Wireless Go， 宝雅 Salomonic， 装上去之后就一整个刚劲了。那它刚劲的原理呢，是来自于它指向，它来自于它指向呢，就会形成一个效果。各位看一下哈。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28 29 30，他指，这监听起来挺大声的哈，好，是不是太清晰呢？好，这是一种用法。那么我们的距离呢，其实大概就是目前这个位置大概25.3公分的位置呢，就可以形成一个不错的一个收音品质，收音的麦克风接收器、监听耳机、line out 进手机，这么简单，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好，让你瞻仰一下，长这个样子，小小的一个哦，挺可爱的。那么它是一年保固，跟怪机师的台湾队麦克风呢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这个是台湾队的 TNW-1 用的麦头。好，换下个麦头。第一个听到的声音的麦头呢是原厂麦头。好，我们来换下个麦头。好，大家好，这个麦头呢，基本上就是比较适合采访用。好，看一下采访用哈、哦。大家好，我是 boss， 长这个样子，还
还是有限啦，可以防喷麦喷麦，但是呢不防狂风暴雨。这样理解吗？各位不要把毛毛呢想得太了不起，他呢该风噪它还是风噪。好的，这个麦克风呢跟刚刚的麦克风是同一个款式，叫 TNW-1A 戴老师，这个可以上市，非常棒。这个叫做 TNW-1A， 待会麻烦给他们上市一下哈，上市一下，请他们这刚刚定名哈 TNW-1A 呢是跟着刚刚的那个 mini mic 的形态走线路型的，变成了软管采访型的。那么台湾队可换电池的麦克风吗？台湾队有可换电池的麦克风吗？没有这个计划哈，因为那个蓄电的技术呢可以长达3-4个小时，行动电源又很方便，基于呢环保呢就不让它换电池。因为不能换电池，意味着你就不能拿一些普通的电池，一次性的电池拿来使用，那么有效的让地球资源呢能够有效的呢获得保护，那么也可以减少对地球的污染。会计师的 boss 呢，现在在推行计划，一次性的餐盒哈不准进会计师，如果进了会计师怎么办呢？哈，边素食驱之别院。那么 boss 呢，奉行了这个环保餐盒呢，已经第3天了。虽然麻烦呢，要洗要弄要带出去。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我不要每天看着餐盒哈，从我垃圾桶满起来那种恐怖，我很害怕哪一天呢，我投胎变成餐盒。那么以前呢，大量的塑胶袋使用，我也很害怕我哪一天呢，投胎变成塑胶袋，好不好？这边跟大家分享。好，这个是台湾队 TNW-1A， 好，这叫 1A。大家好，这个是 DJI 麦克风，它原本是直的，各位看一下，它是全向哈，不管你在哪个方向都会有声音。这组麦头蛮饱的哈。好的，陈志明内行的听得懂就知道，台湾队麦克风呢是由台湾人精雕细琢哈所调出来的麦克风。那么你呢需要用到保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保雅的麦呢不是缺点哈，它那个是 studio 用的，就是要营造环境使用。那么它需要就是，它需要在一个就是说比较安静的环境下呢去试用这个麦克风，才会有好的结果。请各位了解我的明白。好，再来。这个全向式麦克风一样的道理哈，它是需要营造的。什么叫营造呢？就是需要比较好的那个空间，录音室、摄影棚，哦，这个都是它的必要条件。各位看到现在这个就是正在直播的一个状态，我们刚刚的那个GH5 搭配了 SonyRS 加跟焦器的一个作业形态。好，那么这叫 DJI 麦克风。各位请截图，看到这支麦克风370元呢，截图99。好，拜托能够自己来买最好，因为已经赔钱在卖了，还要寄送呢，麻烦你负担运费加工本费。因为各位你要理解，或你付运费给我100块，他会不会自己走到货运站？不会嘛。那他要不要送到 Seven 去洗？他走不过去嘛。那我要有个人工。现在台湾要进步，就是要舍得给人家工钱。那么你舍得给人家的工钱，人家就舍得给你工钱。那么你的付出呢，才会有良性的循环，多付出一点点，得到多一点点。那么这样子呢，良性的循环下呢，我们台湾才会进步。由于专业的不被受重视，所以台湾的专业人士普遍来说呢，
也是低薪中的低薪，你会看他呢，好像出去工作哈，好像拍了一天哈，哎呦，怎么拿了一万两万？你有没有想过他的前期作业所投入读脚本的时间？你有没有想过他这辈子运用多少的时间是在做练习拍摄？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工作室，他虽然收了你一万两万，他白天在你这边拍了十个钟头，你以为他每个工时1000吗？他回去还要后置啊，拜托。做人做事不要那么抠门嘛，好，该给的要给人家，好不好？这样社会才会进步，不然大家都得死啊！台湾的低薪是观念造成的，并不是环境造成的。什么叫观念造成呢？你永远希望白学，也希望人家白教。台湾的 know how， 台湾的脑智慧，台湾的脑矿呢，无形之中就被践踏糟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大家都在教东西，本来就应该免费。错了，老外不是这样子干的。所以呢，互相尊重、尊重人家，也才会让我们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低薪的问题才能够解决。不要太去计较这一些工钱的东西，因为他也赚不了多少，我们也赚不了多少，但是你给人家多一点点，将来会循环到你的身上，这叫做良性循环。 DJI 麦克风看到直播99，好，现在的距离呢大约是50公分，50公分的效果很明显呢就有一点点弱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跟大家建议哈，你可以买一个 mini 麦的铁头夹上去之后呢，当做领夹麦，然后呢再买一条延长线，这就是一支很不错的一个什么呢，全向式麦克风。这个是 DJI 公司出的，很饱满，那用途很简单。假设我有两个人，哎，大家好，我是 boss， 我右边又站了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可以同时进行收音，也就是一人吃两人补啊。A 来宾健康 ，B 主持人开心。那么怎么弄呢？其实呢，这是一群人在用的一个概念。这支麦克风试到这边告诉大家，一群人可以用。譬如说五月天，他们五个人用一支麦克风，这一支就够了。好，就用这一支，好就可以。哦，过去了，这么简单的道理，这样理解哈。那370元的麦克风，这边测试给大家。接下来要用一个瑜伽老师麦克风。最近呢，有一些直播的节目呢，他的麦克风纷纷舍弃了领夹式，他用的是一个叫做头戴式麦克风。这边刷播6测试给大家，头戴式麦克风。最近呢，有看到我们的市长哈柯文哲有用到那支头戴式麦克风，戴在头上的，那么就可以形成一个更刚劲、更接近主音源的一个效果。好，刷播6试给大家。哇，没人啊，港口啊，我只想扣啊。即将港口啊，无人要看，呵呵呵呵。啊，这70几个呢，大部分拢为呢我们的员工哈、哦，线上的77个人呢都是我们的员工。好、哦，因为没有回应呢就岔赛了。那这种播法呢，好、哦、有人呐、啊，好、哦、陈玉芝，谢谢。我以为都已经没人了呢，没人呢、啊，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个叫做互助会，就是我的员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呢，请大家帮个忙，就是说我们小编会发通知给我们这些员工。还有放假的，还有同事，那么发过去之后呢，他们就会点完了之后把声音关掉挂网，这些人数就是这样来的。但是呢，我们再怎么找也是有限，大概找30几个人。所以呢，线上谢谢张子阳哈，灭道苦哈，冠华好，拢有哦，子孙代代出状元哦，大富大贵大赚钱哦。囡仔熬大好有气哦，父母健康吃饱你哦，有哦。好，这个就是呼喊的声音，看看我们在收音的品质上是不是有所改变。明天呢，会为大家测试这两款，好、哦、工作用的麦克风啊、哦，一样是宝雅公司的。因为呢，过去代理商呢比较杂，比较多一点。现在代理商呢有一家老店哈、哦，他们在老店，他们老代理他们在做代理。那么老代理在做事情比较认真负责啦，也来了好多趟，原厂也来过了。那为什么以前不推？因为以前沟通不良，还有就是对于消费者的友善呢，并没有很好。那现在已经经过了沟通了哈，大概磨了大概2个月吧，
会计师决定开卖，因为东西呢就在这边开着开着开了两个月，品质稳定了，那么没有过去的那些缺点，就是就是这样。那现在因为有进步，我们也天天在那边花时间给他搞。搞到他呢还是蛮健康的哈，活泼快乐的，没什么太大的毛呢，就决定让他上市。好，那让他上市呢，因为有了正规的代理商在服务呢，售后服务维修这方面呢就能够获得应有的保障。这边告诉大家为什么前后中间会断掉，一开始我们有推，后来他的售后服务没有做到让我们满意，我们就停下来，没有再继续推这个产品这个牌子。那么代理商来了之后呢，经过沟通了OK 了，开始推它，就这么简单。希望你了解我的明白。好，我们现在回到原厂。原厂在这边哈。好，各位，现在我测试一个干扰，这个干扰的道理也希望你明白哈。我摆在手机的旁边，呢，各位看一下，这个位置就是手机嘛，啊。好，是麦克风就是这样子哈，麦克风多多少少都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远离干扰源就是手机，还有发射台，这些都是干扰源，请大家理解。哎呦，82了，所以 BOSS 靠腰呢，基本上还是有用的哈。好 ，DJI 99元麦克风，好，听到杂音了，对对对对。哇，那太吵了。好，再理解一件事哈，哦，整个都差起来，所以呢，今天验证这个直播的结果，告诉你你要买什么麦克风，跟你讲哈，要买一支，这支好 DJI 麦克风有抑噪功能的，第二个你还要再买一支台湾队499元的麦克风头，那么这两个买下去之后呢，你就就厉害啊，我给你一个，你就会变个就厉害啊，声音会变就好诶哈，好，那么变就好诶，你就起码就就爽诶啦哈，我跟你讲，啊，再来要试的这是这一支哈。有点像 Rode 的麦克风哈，宝雅的这支麦克风呢，长得哈很猛哈，生猛海鲜那么猛哈，厉害的那么猛，猛，哎，小齐，这有两支要介绍哈，待会把麦克风声音送给大家听啊，希望大家理解我的明白啊，听到杂音了，这就是原厂麦克风。它不是差，它是因为它的设计是给 studio 用的，那么并不是给你在这种吵杂的环境用的。那你如果你是 studio， 你是那个摄影棚呢，基本上你是不会有这种杂音的，这么多人的声音。它这个会型号为什么332？戴老师，麻烦转向一下，开始面向我这边好，然后里面，雅慧里面叫个人给我好不好？我要找一支麦克风，宝雅昨天要再出一支麦克风，接下来这一支打开。感觉没有。戴老师不是那样，横放哈，横放，然后在那边做 arc， 再另外一支麦克风找给我。对，因为我们是电扇商店。你看他。昨天才教你们的，另外一支短的。哦，我知道。然后帮我上电池。好，我现在要用的是头戴式麦克风。头戴式麦克风呢，是用在歌剧魅影上面。那么你如果说你是唱歌剧的，或者是瑜伽的老师呢，麻烦你哈，头戴式麦克风呢，会是你不错的选择。原厂麦克风，仔细听好。好，用这个麦克风很简单哈。我没有办法才行的，因为从这里。OK 可以啊，面向你吗？对啊，拍我啊，主要是要拍我这边，因为你那边已经拍很久了，所以换我这里。你这没有收音，所以没办法收音。基本上你要收音的话，你就只能用它的机头的这个。那假如说你不喜欢机头的声音，那就……哦，错误示范，耳朵放前面，麦克风更前面，然后这样到后面来。哦，原来如此，なるほど。哦，わかりました。嘿嘿。好，那对那支，都电池帮我放好，好不好？好，各位准备换麦克风，竖起你的耳朵仔细听。
好，听我解释哈。就是收音什么都有，对，谢谢。原厂现在是原厂的麦克风声音，那边你听就好，我听现场都很 OK 哈，够大。好，各位看一下哈，我做一下解释。好，各位，这个是麦克风的那个叫做声音的音那个连接头，三黑呢，各位理解的话呢，它就是放在手机上面的哈，放在手机上面叫三黑的。那么我现在呢，因为我要用的是这个要用的是无线麦克风，那无线麦克风的头呢，我把它拔掉的话呢，它要呈现成立体头，就是二黑。好，这样子接，各位一下，这里直接进手机，插下去之后呢，直接进电脑，可以吗？或者是进单眼相机。好，那么我现在呢，要把现在原厂麦克风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头戴式麦克风，这是双耳挂，待会再试一个叫单耳挂给大家。啊，各位哦，差五告追刷波八，我的妈呀，哦，这个什么叫做天壤之别？原来这句成语呢，用在这个时候呢，特别特别的恰当，恰当的不要不要的，因为很明显，很有感。哇塞，这个陈志明有没有感觉呢？告诉我你的感觉好吗？告诉我你听到的声音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好，陈志明，让我们知道一下声音的感觉，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陈志明扒了，对不对？不对，哦，差我告追了，要求 good， 哎呦，奈，这里射到这里，这里射到手给，那么射进去之后呢，就叭叭叭叭叭叭，好，这个平台呢，专门就是介绍一些无微博给大家，那么很明显嘛。只听到 BOSS 的声音，神奇，对不对？好，那么如果呢，你要做这些实验呢，基本上呢，要有一点点财力哈，因为首先呢，你要买各式各样的麦克风，试完之后呢，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能用的拿出来播，不能用呢就学费了。所以呢 ，BOSS 在这一方面的投资呢，相当的吓人哈。那个其实哈，能播的东西不多。真的就是一直买一直试，一直买一直试，然后呢能用的播出来，不能用呢丢掉。这就是开箱人的悲哀跟心酸。好，我们来看这支麦克风的包装。首先呢，这支麦克风呢是台湾做的，那么我刻意呢，因为我是工作用的东西，我不用包装的很美就可以卖了。那么包装的很美呢，意味着就是要投更多的钱钱，那么投更多的钱钱才能卖呢，那么就是会让大家的消费呢获得更大的压力，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呢，头戴式麦克风在这边请截图哦。好，截图有什么好处呢？截图980元。各位，这个麦克风呢是卖给那个。颠倒哈，我马上改一下。好，这支麦克风呢是卖给谁呢？各位，跟您说哈。波音777麦克风，这个是要卖给唱歌剧、唱歌舞蹈老师、瑜伽老师，好，或者是手术病房的讲师、魔术师、演讲者，他们用这支麦克风呢，只要这样那么一贴一贴贴贴贴贴贴贴，就不喷麦了，而且声音很猛哦。我旁边现场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有7万多人。你看7万多人，我的声音依然干净的哟。好，头戴式麦克风呢，麻烦截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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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截图就有商量，哈、哦。
有商量呢，代表就是有甜甜的那个，甜甜的那个。好的，这边说明另一件事情哈，有一些同好呢，对我们不是很谅解，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没有办法来店里的朋友呢，都没有办法提供这个远端的服务，这点我跟您抱歉。当然呢，因为有一些优惠只限店里头，是为了要维持市场秩序。那么我们做这些优惠呢，只在店里头发生，是为了不要影响到其他区域的市场营。那么这是我的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我们做推广很辛苦，因为成效不彰。我们常常推广的时候呢，就会被人家割到尾，就是破价出货，那么也造成了代理商的困扰。那么我们只要一推广，那么库存多的东西呢，大家就会趁在我们推广的时间呢低价出货，那么我们困扰代理商，困扰大家都会很困扰。所以呢，我们现在慢慢的就是希望一件事情，就是说推广的期间你东西慢慢卖，因为我不是代理的，我不做代理，那么你慢慢卖，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都会走得完的，不用担心哈。所以维持一个市场价格呢，大家都有收入，能够付薪水给员工，这是一个铁则。那么善尽一个企业主应尽的义务，赚钱不加薪，老板没良心。好，那么我今天呢就独揽呢哈，每个人都来拿我的尾巴，那么我就是拿尾巴给人家捅，那捅了又没有办法收租金。如果我今天呢捅一次收十块呢，我就收30块了。那我那老鼠尾巴捅个10天就收300了，那一个月呢我就有900块的收入。那老鼠尾巴一个多少钱呢？哇，那我就是土匪了，同一次10块。好，还要不要再试别的麦克风呢？因为我发现大家都乏了哈。哎，有陈茂，有陈茂，麻烦你写一下你这一阵子来哈，对于怪机师的心得跟感想。你在高雄有没有怪机师呢？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差异哈？你一定要把感想讲出来哈，不然呢说不过去哈。有陈茂。好，阿茂，把你这一阵子呢，把跟会计师的邂逅呢，哈，做一个感想，稍微写一下，好不好？鼓励一下这些年轻人，哈，好，那个写了万言书给你，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打说明书，而且很专业，每一条都处理掉，好，是不是阿茂呢？好的，八，吴小雨、陈志明、李恒德、志光，这边呢？讯号依然稳当当的在进行直播，那么我们呢还要接着呢要做一件事儿啊，哪件事儿呢？就是换麦克风。那么麦克风在换的过程当中呢，刚刚已经把全向指向，DJI，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头戴式麦克风。那么这个麦克风呢，分为双耳挂，还有单耳挂。那么单耳挂呢，性能是如出一辙的效果，但是呢比较简约，好，比较普罗，感觉呢比较漂亮。那么我们呢来看一下它不一样的地方，刷波八好吗？刷波八呢，我们紧接着就要帮大家示范下一组麦克风，叫做单耳挂麦克风。这个声音应该是没话说了啦哈，单耳挂的，双耳挂的。好，哇，这个是我应该要申请世界金氏纪录哈，全世界身上挂最多麦克风的一个老头儿，全世界挂最多麦克风的老头儿。这个也是台湾对麦克风公司所出的耳挂式麦克风，那么这个型号呢，待会会让你们抓一下，这个型号也挺牛的。好，一样，漏色胶带粘在这边，那粘下去之后呢，就厉害的不要不要了。好，立刻换麦克风给大家听听。OK， 好，换好。好，有声音吗？好。哦，一样的结果哈，一样的结果，只是我要稍微抓一下位置啊。OK， 那么拿一个胶带给我好吗？随便拿一个胶带。那么我们把胶带粘对地方之后呢，
我们的声音呢又会像这样双耳挂麦克风一样。那单耳挂麦克风呢，它比较短，也就是比较好隐藏。双耳挂麦克风呢，你的头壳小，后面会有一堆东西。我们看一下哈。特别适合女孩子，那么男生呢就比较适合单耳挂。那么单耳挂呢就很简单，肉色贴纸哈，给它这样贴上来，贴上来之后呢就趋近于你的嘴巴了哈。到了你的嘴巴之后，你还可以再延伸到长一点，这都可以设计可以规划的哈。好，那么你也可以用折折法，用折的方式呢让它贴近你的肉肉，贴近你的肉肉之后呢，声音就刚劲无比了哈。好。今天呢，没关系，我已经贴近了。我用折折法，用折的，也可以用黏黏法。那用折折法呢会比较好。那么它里头会有一个叫做魔鬼的，不是、啊、泡棉啊，会有泡棉给你。好，准备换下一支麦克风。哎，吴小雨，谢谢你不离不离气哈，一直在这个线上听着我们拉迪赛呢，非常的感谢。那么为了感谢吴小雨呢，哎，你是不是那个丁小雨呢？丁小雨就是以前有一个那个叫做我们的那个机械博士小叮当的女儿，她做出一个机器人呢叫丁小雨哦，那个应该大家都有印象。那只是呢，好，您在这边呢，这样的距离呢，声音你满意吗？如果你觉得声线不妥，声线不妥当，我们再改一下它的距离，就是往前挪。好，耳挂看一下哈。耳挂麦克风，你可以折自己塑形。好，这么简单，然后就带到这边来。你可以自己折自己塑形啊，很方便。这么小一个，好，这个超便宜的耳挂麦克风多少钱？帮我看一下。那不是，那是单耳挂，双耳挂黑色盒子。好，我模拟一下哈。大家好，我是 boss。声音呢、啊？哦，靠，这个位置差很大。弄干净，那上面刷干净，刷干净。我现在就是那个盒子。好，各位，如果放对位置呢，我告诉你哈，你在铁工厂可能都还不错、哦。如果你在很吵杂的店面或者是夜市大卖场进行直播呢，这个单耳挂麦克风呢，只要粘在这边呢就猛了哈。刚刚是双耳挂，叫777。777，那么这是单耳挂，现在是这个，请截图。你截到图呢，再跟我们私讯商量啊，甜甜价，我们能够给的，我们尽量会给甜甜价。好，这是单耳挂麦克风的实验效果，希望大家了解我的明白。记得哈，不要用红色的，很怂哈。那么如果要用红色的呢，麻烦两边脸脸都贴，这样呢有个对称，这样腮红才会漂亮，好不好？我有两个啊，这个是660叫单耳挂，然后那个是双耳挂，好不好？嗯，单耳。头戴单耳，那没关系，叫他们改一下名字。全项是戴单耳麦吗？这是头戴单耳，这是头戴双耳，请他们改一下双耳。好，请他们改一下。单耳就一边，双耳就是两边了。好，试好了，这边呢，准备下一支麦克风，刷波八帮大家试。口袋个破个洞概念不会啦，哎、欸，阿拉蕾，对，阿拉蕾，以前叫丁小雨啦，哦。丁博士、丁小雨，啊，后来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好像，翻译还是什么问题，全部改成了阿拉蕾，好，那个就是专门玩那个阿拉蕾，专门玩狗大便、玩大便的那个机器人，很好笑。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是在国小六年级。接触到那个漫画，然后呢，老师在上面上课，我下面在翻那个漫画，然后呢，因为实在是太好笑了，第一次看那个漫画的朋友呢，你会笑得爆笑失控，我直接就在班上边看那个机械博士小叮当那个漫画，看完之后呢，看到一半就在那边大笑，就会被老师打一顿，然后漫画书还被没收不还，老师可能拿回家看了，因为那时候那个漫画非常的夯。好，换下一个哈。哦，版权问题哈，是，翻译创作的问题。好，接下来换下一个。这个呢 ，BOSS 用过的哈，打八折。好，你可以来买，只有这一支 BOSS 用过打八折哈。教大家怎么戴，
没有那么大包，我就去买一些器材，然后没有音质，如果上课再做。这样就固定住了。但是那种音质呢，味道比较没有。还蛮紧的啦，还蛮紧的，还 OK， 还算蛮紧的。好，那声音就进来了哈。而且隐藏得很好，大家看不太有出来哈，看不太有出来了哈，跨博三五为艺术，看不太有出来。好，接下来呢，再弄下一支麦克风，这支甜甜架麦克风呢有多甜呢？麻烦帮我换成那个2:2，啊，也可以的。好，顺便解释这支麦克风，来各位看一下，这支麦克风总共有两个头，一个头呢是什么呢？二黑。给手机用吗？不是，是三黑。这个三黑是给手机用的，二黑呢是给那个相机、电脑用的。好，这个头呢手机用，那么直接插到无线麦克风呢不行，不行，不行，必须要有一个转接头。在这边教大家，这个转接头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一条，这一条黑色的，它就是呢。三黑转二黑才能够顺利进到哪里呢？进到无线麦克风，因为无线麦克风是标准头，3.5标准头，二黑的。好，拉开。按啦，要按哈，按。这支麦克风呢？这支麦克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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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麦克风。好的，刚听我，好，我不唱歌。刚听我，寒夜泪何羞飘过，怀着浪溃流的伤我飘远风，风雨里追赶，无力分不轻重。天空海阔，你与我何会变？多少次，沿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身那风化，懦弱所杀的感觉，不知不觉已疲谈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又害怕有一天会跌倒。为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害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好。刚刚那个是一个不标准广东话，boss 呢没事喜欢背东西，那背着背着呢，因为怕老人痴呆，背着背着呢就会把一些歌词给背起来。好，那么你们看一下这声音哈，这一支呢海阔天空，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么你们看它是指向的，指向的。那么距离呢，我们来看一下哈 ，Oh my god， 还挺不错的呢。作为一个机头泵呢。做一个机头泵呢，它的效果挺明显的哈。然后呢，可以，这个可以上市。这支机头泵呢，刷波六，我们用一个吓死人的价格给大家哈，那个会吓到的一个价格给您哈。那么我们吓到您之后呢，你们就是手刀快买哈。庄总，这个盒子帮我找一下好不好？这个盒子。好，谁空帮我找一下盒子，这个盒子赶快。各位，宝雅的产品呢，接下来在台湾呢，淘宝同步，请不用担心买贵，好不好？淘宝同步，淘宝什么价，台湾什么价，代理商什么价，台湾什么价，那么大陆原厂什么价，台湾就什么价，完完全全淘宝同步，不用担心。怪机师现在在推行一个活动，叫淘宝同步。因为呢，吃太多的亏了，都在做白工，做到最后呢，就要抓狂了。那么我们呢，有一点点的这个什么影响力，我们就尽量去影响，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做到淘宝同步，那么让台湾的消费者权益呢，不要受到损伤。但是呢。和国际接轨这件事情呢，其实牺牲的是代理商的利益跟经销商的利益。
因为我们的税实在是太高了。那么我们的东西打完税之后呢，那么就会变成没有办法像评书品那样的一个价格销售。这一点也希望您理解，并不是我们贪婪，并不是钱都被我们赚走了，请各位理解我的明白，要公平的对待。因为这些公司货他们在办理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认证费用，还有进口的税捐，还有呢该负担的一些服务费用，因此呢，跟评书品是完完全全不同概念的。希望您了解我的明白。我感觉我的快没电了，我感觉我快没电了，因为从昨天用到现在。那那边开一下电，我们换下一支麦克风，好，因为我们电池昨天一直在试，试到最后每次都这样，好，又用那种最便宜的玩具电池，所以效果有限。好，准备拔掉。先刷价钱，来给我盒子给我。先刷价钱哈，好，我靠，我实在是够了，这什么价呢？你全部都让我尽力，我也赚不饱啊。1200块的麦克风呢，带给大家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感动。什么感动呢？手机可以用，单眼相机可以用，两个头头都给你用。那别人家的牌子呢，它一个转接头就890元了啊，我们这个头头呢，居然是用这样的一个精彩的价格呢，啊，提供给大家直播机头麦都很适用的麦克风，风厉害。好，那么我把它直接捅到那个捅到里面去。好，那么再帮大家试一下它自己本身的声音没有经过无线麦克风之间的差异，希望您了解我的明白。那个锁上去还是这个先？那个明天来这个来给我。明天要讲的是这个专业麦克风，明天要讲这个。好，明天要讲这个。好，我们现在先帮我一下哈。那我要换掉哈。你如果像 boss 刚刚一样呢，哈，就是没有注意到那个麦克风头的规格呢，就会出现那个漏轨的现象。各位看一下，刚刚那个是一黑二黑，标准给无线麦克风直接用的一个装置，不需要用到这个转接头。好，因为麦克风的规格太多，很多人在处理的时候呢，常常会没有声音，就会很麻烦。好，我们接下来把麦克风的声音呢，直接送进去好吗？我先试完这个再说。好，接下来呢，要试的是这一支麦克风，这个叫做3032。刚刚的那一支呢是03113111311，1200元，截图继续甜甜的3113111。因为要推广，所以呢，我们每次在首播推广的时候呢，都会有甜甜价。甜甜价过后呢，请不要再争取，因为很难做生意，真的很难做。那么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在甜甜价期间，就是首发的期间呢，尽量的抓优惠截图。那么我们能给的尽量给。那么也希望甜甜价过后呢，也希望你们多多介绍支持哦。那你始终都买甜甜价，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哈、哦。那意味着你就是时常的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呢，也给我们带来人流，我们也非常的感激。好，这支麦克风呢，它拥有了带电，还有 level。好 ，label， 那么还有就是广角的角度特性，还有窄角，广角窄角，好、哦，这个开关，再来呢，加 dB， 好、哦，加 dB， 它可以加 dB， 好，待会试给大家，然后来看看它的麦克风喷麦的效果。盒子打开，帮我打开，立刻打开，看有没有我喜欢的毛毛，避免它喷麦造成一些困扰。好，现在是台湾队麦克风这一支，
指向型的麦克风帮大家做测试。弯刺指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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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有哈，好，待会秀给大家哈。你看到了呢，你的女朋友会很兴奋哈。哦，大家好，我是 boss。这一只呢，就是一只很巨大的港爵，依照能力不错，可以的，我喜欢。哦，真歹谈。好，各位看一下差别哈。大家好，我是 boss。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听 boss 讲讲话呢，其实挺好的。如果你喜欢 boss 的直播呢，你可以呢多多给我们建议，譬如想要听黄色的，还是国民蓝，还是民党绿，还是要听中国红的题材，或是呢，其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哈。那个小到内子宫，大到外太空，好 ，boss 呢都可以畅所欲言哦。任何的题材都难不倒我哈。你可以找机会试试看 boss 的内子宫到外太空的拉迪赛时间。那么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2点呢，boss 呢在 YouTube 呢都有做这样的节目 ，boss 的内子宫到外太空。BOSS 的内子宫到外太空这个节目呢，赞助单位呢，怪机师哈，在 YouTube 的频道呢，哈，每天凌晨12点播出，播完就关掉。那么呢，从来没有开放过，好，永远只有一个人看。好，接下来亮灯这个。好，那么这里的差异呢，因为。就是广角跟不广角的问题哈，广角跟不广角。好，这是零哈，零，零，我们让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状态哈，零零零零。好 ，dB 也设为零。好，这支麦克风呢，我觉得很适合哈做播报用哈，因为声音声线还蛮清晰的，还原度也很高，很像自己的。所以呢 ，BOSS 将它列为呢，哈 ，BOSS 的内子宫到外太空的拉迪赛之 YouTube 时间哈，会作为那支这个节目的首选麦克风。好，好，好，好。那么其实呢，每一个麦克风，每一支麦克风，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每一个人呢依照自己的习惯下去购买就可以了。那么也希望你多多比较。那么这一支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帮大家介绍的。哎呦，好，咦，可以呢，我觉得不错的嘞。好，75，75，现在呢，这个广角指向呢，来到了75，75，75，75，75，75，75，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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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零零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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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五七十五啊，现在零零零听不太出来，七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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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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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没感觉。会不会大声一点就有感觉？我们来试试看哈。哇靠，这收音太大声了，不舒服，受不了，不是受不了。我们在使用的过程，这声音太大声了，受不了，好，受不了，好。开始做广角的这个切换哈。那我个人来。指向切换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没用过。哦，好明显呢，低频异噪。
啊、哦，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功能，但是我听到低频的改变，仔细听哦，好、哦，错过了这一次就没有下一摊了哈、哦，错过这一摊就没有下一摊了哈，好、哦。哦试麦克风把你试到这个样子的哈，找不到几个人的哈。好，你看试的这么不专业，说明书也不看，也不懂麦克风，在那边跟乱教，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讲功能，在那边乱试，哦，没有品，看，好看哦。哦哟，很有感觉。低频有不一样，低频有过滤掉。100%呢，就把轰轰的声音拿掉了，就比较没有轰轰的那个低频声。再看一下哦，我要释放低频给大家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停了，接下来就最安全。很明显 ，very very 明显哈。好了，这一支麦克风呢，称之为。3032麦克风啊，有较大声了，比较较大声。所以呢，各位，如果你是要收那种。如果你是要做品视角，不要下去的话，就这样。可以跟他说这样子，不能，绝对不能。他一定要买车。他说要取消。大卫广场撑不起来。可以不要取，如果他可以。10公尺外，小声的声音，我耳朵听不到哦。可是这次可以收到。晨晨，讲个话。你在干嘛？我在教稳定器。好。他在10公尺外讲话，这一个值得验证。那么你一定不相信哈、哦。我们再来试一段。然后我们这基本的电器总共三个嘛，然后三个 case， 一个是底板的高低，底板的高低，第二个是底板的前凹，没办法承受。第三个是横杆的左右，就只有这三个，跟以往的稳定器还有第四个嘛，那就比较不一样，这个会比较轻松，比较省事一些。那你觉得这里面呢？我个人是习惯是先配底板的高低，那底板的高低要怎么去配置呢？把机身打成好的，那记得相机要先开机，因为你的镜头是会反射的。如果你是在关机的时候配，你开机了以后，然后你再去开你的零件，你的配重全部都是好掉。OK， 那这样子好了以后，我们就把它打成横的。那你看，我现在放开，我有一种窃听级的感觉，它好像在窃听的感觉，是不是在窃听呢？真的有哎、欸，它这个声音，如果你把它开得够巨大，再来看一下防震系数。不要这样用好吗？麦克风没有人这样用的，好不好？啊，那最多呢，你可以做个把子握在手上，那么这样子访问的效果呢，挺好的哈。好，这个声音呢，小杰声音很明显哦，对不对？真的有差呢，靠，好强哦，再试，我也被吓到，我也被吓到，真的。这两个马达轴，如果你配到100%的完美的程度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相机反的它会停在这块。但你看，我现在放开以后，它是会微微的往前转动，代表说我这两个马达轴一定有一个地方没有配到好，所以说我们就再去检查一次，摆正。OK， 这里会往前倾，代表说我这个位置跑掉，所以就重新再配置这边。戴老师，要小齐的声音居然清清楚楚，这次有夸张啊！操，这个我会觉得可以拿来做狗仔，狗仔妹可以分，拿来当狗仔妹可以分，应该会很厉害，哈哈哈哈，哦，太神了这个。
那么这支麦克风呢，我们测到这里呢，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好像很抗风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吹吹风哈，吹吹风。左右水平。再进行低频抑噪。再来到零 dB， 负十 dB， 抱歉，我整个都刚进起来了 ，Oh my god！ 废话，变小声当然变干净了。好了，教大家，如果说你在户外的环境非常的吵杂，用负十 dB， 透过这样的收音方式呢，环境的声音基本上就会被消灭了，主音大过环境音，自然干净好吸收。这支麦克风呢，一样啊 ，BOSS 用过的啊，有 BOSS 的味道的啊，打八折只有这一支啊，那再多就没有了。但是不卖，我要留下来用，哈哈，麻烦你买新的，这支我要了。零 dB， 现在麦克风零 dB， 正二十 dB， 我靠，我耳朵快炸掉，正二十 dB。由于现在麦克风的技术做得非常的好，他们都有 limit， 无线麦克风也有 limit， 所以不至于炸裂，好不好？零 dB 最刚好了，好，零 dB 最刚好。好，接下来呢就是要讲它的毛毛。OK 了，如果呢你女朋友呢，你是长时间住外地工作的朋友，那女朋友呢常常看不到你，麻烦你买一支这个麦克风摆在家里，好让她看，哦，她会觉得很好看哦，哈，哦，你看一下，哦，我们现在要戴套。这样戴套没水准，因为会吵死人。那么我把它的位置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在正常作业下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固定在机头的位置。好，大家好，现在呢麦克风呢是在一个没有没有防风罩的状态，他现在射向我，哦，他射向我，他射着我，他射我呢，我都让他射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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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射着我。好，麦克风呢，现在对着我的脸脸。好，我们来测试没有海绵跟有海绵的差别。大家好。好，遇到风的时候的正向风切。遇到风时的侧向风切，好，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嘛，哈。那么你关注，我就试给你看。这里射到发射器这里，发射器射出去之后呢，再射到这里。那么大小声这里可以靠腰的哈，可以大小声的。One two 一二三。哦，不是大小声，大小声在这里。One two 一二三，一二三，大小声在这边哈，看懂了哈。好，再来海绵，海绵刚试过了，我们再来喷这一支哈，先把它塞进去，先塞进去。各位，这样子会比较好塞啊，哈，会比较好塞。还有麦克风跟海绵之间的关系呢，麻烦各位哈，复习一下哈。如果麦克风呢会一直这样滑动。海绵会滑动，请上过 BOSS 看过 BOSS 介绍的呢，要用什么东西来解决滑动的问题？好，因为送上去之后呢，它会滑动，滑得不要不要的。好，塞好之后呢，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好，这样的一个状态，挺漂亮的哈。好，各位再看一下哦。好，这麦克风我要捅进去，你们会有一阵子不舒服，耳朵有一点种不舒服，好像有人在旁边舔的感觉哈。那有的人会很爽，但有的人会很堵拦哈。那你忍耐一下，忍一忍就过了哈，忍一忍就过了。我要插进去了哈。OK， 好。
好舒服啊、哦！是是是，有感觉吗？哈，这样大致哈。好，教大家哈，在那个集音管上面哈，集音管就是刚刚那长长的东西，在集音管上面呢，你只要呢透过那个集音管呢，你不要抹凡士林，它不是人哈，它不需要油，你一样捅得进去啊，不需要用凡士林，你就是转上去就好。好的，在集音管上面缠三条橡皮筋，平均分布在集音管上面。把它拉平均哈、哦，拉平均。那么千万不能拿便当橡皮筋，千万不能哈、哦，哦。那你要去试，我没有办法，下场会很惨。不要拿便当橡皮筋，哈、哦。那要拿什么橡皮筋呢？哦，请到各大美容院去洗头消费，顺便跟他拿绑头发之橡皮筋，筋，绑头发橡皮筋。一定要绑头发橡皮筋，再来呢，用进去的方式进去之后，对不对？转，就甩不出来了，好不好？橡皮筋呢，记得一定要拿美容院之绑头发 BOSS 黑色橡皮筋，筋。你才有办法固定你的麦克风 ，OK 吗？好，讲解到这边呢，相信大家今天又上了一课，不会出来。那将来出来怎么办？转两下嘛，就出来了。那要进去的时候呢，就顺顺的进去，再转两下，它就出不来了。这么简单的小科学小发明呢，是我们老前辈教的，不是我发明的。好，我们的老前辈，我在三十几年前的老师教我的哈，我的 ENG 摄影师老师教我的。好，一定要用绑头发的哈。那你一定不相信我，你去拿便当店橡皮筋，我告诉你，你会报废掉你的麦克风啦。因为便当店的橡皮筋材质用的很便宜，它到一定时间就会烂掉。烂掉之后会变成一滩胶，那一滩胶呢，就会让你呢整个麦克风集音口整只都粘的不要不要的，比鸡鸡还粘，我告诉你，那你就报废了嘛，你好不好 ？OK 啦，好，现在呢是这一支麦克风叫做3032麦克风要卖多少钱呢？哇哦！哎，真的假的啊？这个跟 Low 的那个 Pro Plus 有拼了，才卖3800啊！哇靠！大陆人惹不起，中国人你惹不起，哇靠！真的，这什么价？我的天哪、啊！那别人都得死，我看3800什么态度呢？3800的态度就是可以调整 label， 负20 dB、0 dB、正20 dB， 它可以调广角、指向，再来呢，它还可以调，还可以调低频过滤，大概是啦，那个大概是低频过滤，因为我还是强调一点，我不专业，因为我不看说明书。我纯粹就是凭感觉用东西，那么用实物的角度来做介绍，所以呢，我们呢有时候讲东西不专业哈，或者是从头到尾都不专业，那您谅解。那偶尔讲错嘛哈，先您怕够忧喜愁，对不哈？吃芝麻哪有不掉烧饼的，对不对？好，所以呢，有时候讲错呢，您就谅解。笑一笑就过了，好不好？好，接下来下一支麦克风呢？比什么点？比什么黏？比鸡还黏。好了，哇，我们一个小时呢，给大家超时了哈。那有因为线上这么多人，我也舍不得下线哈。那么难得有这么多人会在线上看 BOSS 拉提赛，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好，那么我们这边准备 Sayonara。那么明天的。如果，明天要继续讲第二、第三组麦克风，无线麦克风的朋友，
麻烦了哈，这些红字都是推广价门市限定哈，因为不要破坏市场秩序，同业也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在网拍上面这样销售，我们纯粹就是推广，让全省的同业呢都能够出货，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要跟你销价竞争，因为推广价要有亮点呢，才会引起共鸣，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收视呢也能够有更多的亮点呢，让大家有这个好康呢，能够截图，我们在门市提供这个服务。明天呢，请加一哈，加一呢，这个我们明天讲哈，啊，加一我们明天讲，那不加呢，就自己到门市自己慢慢试，用你们的心，用你们的肝，用你们的心肝脾肺肾自己来慢慢试声音，因为试声音很累，好不好？因为你要去理解这个每一支麦克风的特性，还有它的运作的方式，然后呢，经过了好几天的测试之后呢，再决定把它播出来，那么就只能播一个钟头，接下来这个技术这个学问就变废掉，就没有用了，我们就要赶紧再去学新的东西，所以呢，你如果不加一呢，你就自己慢慢试。如果你加一呢，明天 boss 试给大家一对一的部分这一支。那么这一支就是 Pro 八 M8 Pro 一对一。再加一呢，我们就测试 M8 Pro 2，请加二，加二加二加二，我们帮你试 M8 Pro 2。好，试了这么多麦克风呢，最后呢还是要讲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呢，哦，牛牛的厉害了哈，跟胶哦，近焦哦，可以跟胶的一个萤幕，这不是萤幕啦，可以跟胶的手机啦，好，哦，各位，你见过可以跟焦的平板电脑吗？啊，你有见过可以跟焦的平板电脑吗？各位观众，你有见过吗？哈，会计师这边体验中 ，iPhone OK 的平板 OK 的安卓 OK 的 Windows 不 OK。好了，麻烦到现场来体验哈。图传、跟焦、滑轨，这个组合非常的方便。跟焦组有了，摄影师有了，导演有了，还有呢，业主也有了，四个人同时可以观看，这个厉害了我的图传跟焦系统，通通通通通通通。哦，比统一牛奶还统，我跟你讲哦，这么统，哦，比统啊统仔鸡还要统，好不好？拜托了哈，哦，有机会就来看一下这个系统，统，好吧？好，厉害，太厉害啊！你一定不相信，对不对？同时他在直播啦 ，Oh my god， 他同时在直播，现在只接两个萤幕哦，同时他还在直播 ，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记得使用这个东西，旁边不要有基地台。BOSS 的右手边这个白白的后面呢，有一个ASUS 最强大的 IP 分享器，超强的，很多东西都死在这里。那 BOSS 喜欢在这个场地实验呢，干扰是应该的，干扰是应该的。那没干扰呢，哦，算是运气好捡到的，哦，因为基本上到这里都得死啊，好不好？好，呼。今天感觉还不错哎，我觉得就是说试了那个麦克风，其实好投十块哈，拎拉卡好哎，我这条麦克风线呢，今仔日去用就得四盖，今仔日赚40块啊，哦，这真正那是会当开一间公司哈，专门咧借线，恁爸就好个啊。好了，拍摄啦，恁爸呢现在是一个什么呢？生活用语哈，他不出俗哈，好，他不出俗哈，好。林北呢，是我们从小就听习惯的一个话啊。我爸爸呢，修养不错，他不会用林北。好了，谢谢大家。好，那么今天的麦克风做一个总结。当你选用麦克风的时候呢，考量到你的预算，如果没有预算的问题呢，麻烦听专业的解说，由我们来给你建议。那如果你预算没有上限呢，你会不会思考说，我买世界名牌的？就代表一定好呢，这一点呢，我给你一个
叉叉，绝对不是这样。买的贵不如买的好，买的好不如买的巧，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如果你有专业的人士，像我不敢说我们啦，我们是不能说专业，是我们有很多的条件去运用理解每一支麦克风的特性，所以呢，我们比别人有多一点点的经验值，那么跟您分享我们使用麦克风的心得。如果你有这个需要呢，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把麦克风呢分析给您听，那么你可以依照您的选择直观的购买。你如果说没有把握，那么你告诉我你要用在哪里，譬如说你要擦喉咙表演那个生喉咙，那我们就跟你讲买长一点的。那你如果只是要做直播短距离收音，我会告诉你买短一点的，短一点的就够了。那么越长距离就是越长，好，越短收音的有效距离就是越短。那么刚刚这个已经这一支就收了大概十米外啊，七八米外，我们小琪的声音收得清清楚楚。这个有效距离大概50到1公尺，那么这样的50公分到1公尺，好，不是50公尺，50公分到1公尺。所以呢，短有短的好，长有长的用途。如果你的室内空间环境很允许的时候呢，你就买原版的原厂麦克风。你如果是室内环境没有大量的空调噪音，你就买原版的原厂麦克风就可以了。那你如果像是 BOSS， 这是生意场地，吵得不要不要的，麻烦你就挂上各式各样的头戴式麦克风，适合双手要操作的人，卖玉佩的人呢，一定要挂头戴式麦克风。这个声音目前我们试到是最惊人最好的，几百块钱搞定。再来呢 ，mini mic 呢有个缺点，譬如说我们这样摇头摆尾，声音音量会不同，尤其我们常常看右边讲话。看左边讲话，中间的音量差了一倍，我这样讲话声音变小，我这样讲话声音变大，这就是缺点。 mini mic 麦克风呢不适合呢摇头摆尾的一个收音方式。好，这种领夹式 mini mic 风呢又称为 Lavalier， 领夹式麦克风称为 Lavalier 麦克风呢，它有两种性能，一种是指向的，另外一种呢是全向的。如果说你喜欢全向的呢，原厂的麦克风就是全向的了，原厂的麦克风就已经是全向的了，那么你就直接用它像这个领夹 Lavalier 的那个领夹式麦克风呢，就可以收集到。你的条件呢就是叫屋内声音空调各方面都是要营造过才会收出好的声音。那你如果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你就买一个499元的 TNW-1 麦克风，或者是 TNW-1A 麦克风，那是指向性的，它能够在你的音源直向的位置呢进行收集。假设射过来，射到我的嘴巴，我的嘴巴呢是压缩机靠腰，那你就选错地方了。如果说你的对面是压缩机，对面是压缩机，麦克风指向我的嘴巴，压缩机的声音就会很小很小，几乎没有，也可以收到没有，这样理解吗？好的，今天把麦克风分析到这里，如果你有受用，刷波六；如果你觉得无聊，可以离开。那么希望您分享我们的实验，分享我们的测试。如果您喜欢，也多多给我们机会，介绍朋友购买。谢谢大家。所使用的设备是 Zenfone 6，最后就是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好，一个朋友他要这样做直播，他要手机上 logo 上字幕，手机上 logo 上字幕，这样就可以播了。好，关键就是在这个开关，这里是收音用的 J5 截取卡，但是呢，你如果没有接这个 J5 截取卡呢，这里的直播按键是没有办法用的。这个直播按键按下去是没有用的，一定要 J5 截取卡透过这条线路送进来之后呢，这个软体呢就等于打开了钥匙，就可以让你上字幕、上 logo、字幕画面进行直播。但是它用的是你手机的镜头，你如果要外接镜头，就直接从这边接过来就好了。J5 截取卡呢，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将你的摄影机呢的画面转成萤幕。
如果你没有买萤幕又需要萤幕的人呢，麻烦你用大平板电脑买一张街舞截取卡，就可以把画面送到你的大平板电脑。另外，街舞截取卡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说把你的摄影机画面直接透过手机图传给一群工作人员，他们的手机都可以看到画面，让他们同时掌握现场的状况。街舞截取卡截取直播，它叫街舞截取吸电卡，因为它可以供电给你的手机，让你的手机长时间作业。同时呢，它又可以吃 HDMI 讯号，耳机、麦克风、混音切换。那么一路呢，这里一路呢送电力，这一路呢送讯号。就这个卡3980元，突然来个跳楼一下好了哈。截到图的人 ，boss 今天开心，因为人蛮多的，83。截到这一张图 ，J5 截取卡2980，只有这个这几分钟算哈。J5 截取卡的盒子拜托一下哈。那么 J5 截取卡这个2980元是瞬间哈，完完全全是为了鼓励大家看直播啦。所以你事前事后看到这些都不关乎你的权益问题，这是一个运气，也是我们的一个诚意。我们牺牲掉利润呢，希望大家看直播，并不是说我们赚了很多的钱，或者是我们牺牲很大，纯粹就是希望大家看直播能够得到好处。因为我也让你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一个多钟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五截取卡，谢谢盒子。那么这五截取卡，你们这个直播截取到的人呢，就是原本3980元呢，我们给你2980元，谢谢啊！大家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猪猪，去拿这五截取卡盒子给我一下就好了，好不好？在那边。好，你们截取一下哈，这个这五截取卡呢，就可以让你们在这个很瞬间呢获得75折的优惠。只有这个瞬间哈，这个 moment， 这个 moment， 好不好？你就在这个 moment 呢。可以获得什么呢？2980元的优惠，请截图，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在推广期间，请截图。就这个 moment 有看到的人哈，因为里头我有把握，里头有一半的人是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有员工，一半才是真的人。纵使哦不行了，40个人都买，我有点扛不住，我会扛不住，我会扛不住啊、哦！大概卖个5-6台呢，我还扛得住啦，就是丢个5-6千出去，我还扛得住。好，3980元 J5 杰西卡，让你能够直播的时候打开软体的钥匙，可以获得 logo、字幕、子母画面，好、哦，纯粹就是为了推广。还有台南呢 ，PQS 也有卖哦。台南那个 PQS 也有卖这个卡，你们如果说对这个卡有兴趣，可以直接跟台南订购哈，直接跟台南订购，好不好？这边谢谢大家哈，希望您了解我的明白。这个是这个价位呢，可以收音监听直播，当做图传，当做 monitor 的一张卡呢，2980元呢，破全世界纪录，因为 BOSS 是这张卡全世界销售第一名。好、哦，所以很努力的，那当然就要回馈嘛。好，我这张卡大概就是这张卡在全世界的销售，我是排第一名的，好不好？谢谢大家哈、哦。好，那么结束今天的直播，很简单哈、哦，一条线呢可以解决掉收音微博。那平常都讲很多了，那么这就是行动直播方案。有一个那个网红经纪公司，他们要做行动直播，希望能够上字幕、上 logo。做一些无微博为收音，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案了，真的很方便，还可以帮你的手机充电。好，这里加电源就可以帮手机充电，就可以直播，还可以收音，因为大家的手机只有一个洞嘛，那我们可以接很多的东西，键盘、滑鼠、行动电源、RJ45 HDMI， 还有一路截取。这么多的功能呢，我们都可以帮你上上去。拜拜，谢谢。来，拆掉，这个明天再播哈。啊，先把我手机拆掉，其他的摆在上面。不容易哦。我呢能撑这么久，是因为这颗蛋蛋。因为我每次换季的时候咳嗽会咳不停，那么有了这个蛋蛋，把我附近的空气的那些 PM2.5 旋律打掉，让我不要吸太多的悬浮微粒，让我能够撑90分钟。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大概就是可能就一路咳到底了。谢谢你们的支持，拜拜。
啊，最后麦克风是3020、3032、3032，拜拜。